恭喜啊，车座子晋升为爸爸呀！今天要做件大事，就是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宝宝。别高兴半天是个水蛋，咱们先从二蛋开始。看到了没？有血丝儿，但是很微弱。再看看大蛋，我的妈呀，这一整片都是啊！你这得多大个儿啊？很健康，但是能不能出莉莉白的基因就不一定了，跟盲盒似的。你们说我昨天画的表情不好看？毕竟当年我是个美术生啊，我不服。这回咋样？灵感来了，停都停不住啊！呀呀，我们来个点睛之笔。我这里边啊，它是有故事的。大蛋举起手吓花的，二蛋跟他说打妹，看出来了吧？现在就可以把它们放到恒温23度冰箱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为了孵蛋去买一个冰箱。你别欺负二蛋啊！车座子，恭喜你！呀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尾巴又直了？没了，活着呢。起来吃饭了。你怎么天天一副被折磨的样子呀？谁折磨你了？快说，你瞅我干啥？呀，你又来这数是吧？你等着啊，你看看这地数，和你颜色像不像？呀呀呀呀！他是不是搁这气我呢？就是不吃是不是？来，你给我抱着他，张嘴吃。养小动物要有耐心，对不对？你整的满哪儿都是啊！你看看，算了，谁叫你那么可爱呢？不吃咱就回窝吧。呀呀，哇呼呀！你怎么疯疯张张的呢？没事啊，结交手工在自然界本来就是从树上飞来飞去的。走吧，快点儿，人家莉莉白生个孩子，你怎么整的血脉觉醒了呢？